混龄时间，今天我们来欣赏一幅男子肖像，他的创作者是意大利著名的画家、雕塑家阿梅戴奥·莫迪里安尼。这幅画创作于大约1918年，现在保存在日本东京的石桥美术馆。莫迪里安尼自幼受到了古代和文艺复兴美术的熏陶，与毕加索等著名艺术家交情匪浅。19世纪末期受到后期印象派、非洲艺术、立体主义等艺术流派的影响，创作出深具个人风格的人物肖像画，成为表现主义的代表艺术家之一。他的画很好辨识，人物没有眼珠，只有空空的眼眶，以及弧形眉、杏仁眼、过分拉长的鼻、极小的嘴以及浑圆垂直的景象，人物仿佛沉浸在意象空间之中。下一集我们来欣赏全世界最早的有声动画片《混龄时间法国巴黎》。